乡里乡亲，真实乡亲，欢迎收看本期的乡里乡亲。哎姐，你今天来挺早啊，有同事看见你好几个小时之前就搁那个演播室门口晃悠了。对呀、啊，我今天早上5点多就醒了，7点多我就到单位了。我心里惦记啥，大家伙肯定都知道。人家古大姐昨天呢，特意从四平来到长春，就为了今天的这场相亲，又是精心打扮，又是跟红娘呢反复的沟通。你说古大姐都这么上心了，我能马虎吗？再说呀、啊，这次古大姐呢不同往常，由于家庭的事情，心境啊和感受都不一样了。这次相亲呢，对她来说意义非比寻常。也不知道呢，这次她跟徐大哥见面之后啊，能唠得怎么样？来，咱们抓紧时间去看看。阿姨，就是这个小区，啊，嗯，这栋应该是。哎呀，叔叔，叔叔早就下楼等咱们了。叔叔，你下来太早了，在楼上看见我们了。介绍一下，徐润国叔叔，这是古艳霞阿姨。啊，好。相亲对象徐润国，66岁，身高1米73，国企退休，退休金3050元。来自长春丧偶，还行，个头还也行，我也一般人儿，这就行了。我也是一般人儿，还行，四方大脸的，这个身体呢也挺强壮。来，进来阿姨，你先走吧。嗯，走就行。来，我你走了，来，那你行。阿姨，咋样？来，我你进来。嗯。反正我家这地方也不大，坐床上行。反正，你呀，还准备了水果。今早买的，大老远来的。专门为阿姨准备的，是不是？就连你们这个，选你这个叔叔大老远，真的。啊，挺立着呢，三盘。主要是得有你们呢，没你们那可不了，这事儿我们也见不面，你是不是？来来吃吧，别客气了。哎呦，真是呢，这大香蕉不太大，我也没买大的。不，谢谢，给阿姨来。哎呀妈呀，先给阿姨，您得先给阿姨。谢谢叔叔。来，没事儿，谁先谁不行。这我们以后成了一家人，你们是客人。哎呀，阿姨。这个就是卧室，嗯，我这个就是48，不到50平，嗯，咱也没有厅，就这样事儿，厨房就有这么大。前面是个阳台嘛，现在已经做成布了，别进门里太乱了。那您自己住收拾的还挺利落的。哎呀，反正我没啥事儿，我一般的时候啊。也不咋好出。那平时都在家干点啥呀，叔叔？平时搁家就看电视。是吗？那也不去公园溜达，不跳跳广场舞？我不会跳广场舞，我们楼下就有。哦。有老年跳的广场舞，我也不会跳。你家还挺亮堂的呢，叔叔。还行。那厨房那么大。您自己会做饭呗？会。做的好不好吃啊，叔叔？做饭呢，一般吧。咱不能说太好。那鱼那鸡就是这给它怎么抄炖上就完了，就是炖好多肉。厉害，叔叔你还喜欢文玩呀？嗯，这个吧，反正我的一个爱好。这个吧，都是原来的，咱们长春不有个古玩城吗？啊，我知道。哎，古玩城有时候没事吧，我就到那溜达，到那看。这都是有年份的吗？这个反正多少年的都有，也有吧，就是2000年以前的。啊，也有，是吗？啊，包括吧，不管是古玩城，有时候就地摊上也有。咱这些东西吧，咱也不，咱就是看着玩的，就是也不一定是真。这就是一个，我看的呢，也就是挺漂亮。这不是小罐吗？这个小罐吧，它是一个，你按它这个底下说是，这不是大清康熙年制。康熙年制。现在说他要是那个人，那就是古董，他不一定是，这咱自己承认。这个卦是啥？这就刀马人儿啊！你说，这不都古代的有人儿，有马啊？就刀马人卦。这叫刀马人卦呢。对。有些东西是有收藏价值的。对，我这个吧，就是爱好，就是玩儿。实在说吧，要搞收藏，你确实你得投资。啊。得投资。另一个来说，你得对这东西得认识。啊。你要不认识不行。你买就买假货了，那不就完了吗？那您觉得自己的水平在？我的水平吧，不行的，我就认识一点爱好而已。那是同村吗？这个不是，这个吧，这是啥呢？你看像啥？
了这个东西，这是个人儿，有点像拐杖上边那个。对了，是吗？他的名吧，这叫这叫杖手。老寿星啊，对，杖手，杖手，猜对了。对，这不是下边就把那个拐杖棍插到这儿。哦，老人家是主子。哎呦，阿姨您喜不喜欢这些东西啊？我也喜欢。你说他内向吗？也看不出来。他从哪儿不走，他不还是内向吗？哎呀，你看这古大侠一来，徐叔叔就热情招待，又是给拿水果，又是参观屋子的，还把自己收藏的物件一一拿出来给他展示。可没想到，这却换来了古燕霞内向的评价。那么，一个喜欢安静的待在家，一个活泼开朗，经常演出在外，这两个人的相亲会如我们预想的那样顺利吗？那你也看了，反正我这个屋呢面积不大，这个房子呢是咱们这个政府给的房子，不是咱自己的，我这是公租房，啊，就是一米吧得交房租，这个啊一平米3块钱。我原来那个房子搁铁北那边，铁北那边给我儿子买的房子。你几个孩子？我一个孩子。嗯。儿子。嗯，大伙儿。是我俩闺女。啊。嗯。阿姨是二人转演员。唱二人转的。啊。现在还唱呢。唱。那找了相当有人养他，他不唱，现在还得唱。我倒是不咋懂，咱也不会唱二人转。那你喜欢听吗？也确实是没接触过，嗯，不过听。啊，歌啥的还行，啊。那阿姨唱的让你支持吗？这个吧，这有啥不支持？这挺好的，这有这个，咱得说吧，我挺赞扬，挺这个佩服。都在哪儿唱啊？转在哪儿演呢？我就在我们家那边。啊，那到什么地点演呢？一般都是白活时候多，农活时候少。啊，嗯，白活还唱二人转？嗯，就是找戏班的。啊，还乐队、鼓乐队啥的。那白活那不都是比较悲痛的那个？对呀，啊，悲痛唱那不有悲戏吗？啊，那我真不知道，农村这个啊，风流俗嘛，我真不咋知道，嗯，啊。那要是经常出门唱戏的话，你支持他吗？就是会出差一两天。哎呀，很正常嘛，啊。那再者说，人家也不是，这是出去，这也算是工作去了。对呀，啊，这不是干别的去了。那有啥不支持？他说他支持我，他说他愿意乐让我唱，那也行。他让我唱，我也挺开心的。这点挺好。跟以前那个他一说唱，一说我是唱戏的，他心里就有反感。我看没看出他有反感的。以前古燕霞在相亲的时候，总是有人对他从事二人转职业表示反感，这也是古燕霞一直担心的。但是徐润国不仅不反对，反而是赞许和支持的态度，这让古燕霞很开心。而且听说徐润国喜欢唱歌，俩人一拍即合，马上就来了兴致，要展示一下。试试吧，先站着的唱，坐着有点窝的。我在那个咽咽嗓子，把那水杯子，啊，准备工作做得多足。现在开始唱啊。嗯，好。你挑着担，我牵着马，迎来日出送的晚霞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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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赶路路在何方？路在脚下。敢问路在何方？路在脚下。唱不下去了，就是那个电视唱。对，他们原来就是把戏。你像那个《济公传》的时候，不会唱。鞋儿破，帽儿破，身上的袈裟破。你笑我。他笑我一把伞儿破，一道河。咋样，阿姨？挺好。阿姨也爱好就行了。让阿姨给您亮亮嗓，要不你俩合来一个？唱过河吧。哇，太好了！词儿都得吧。要不要喊两声啊？你说有船没？啊，有船啊。有船没？怎么是到船？哎，有
船吗？是不是？哎，有船吗？是不是？是啊，有船。有船呐、啊！船来啦！妹妹有船吗？啊，唱了，对得一起唱啊！我不咋不咋会唱。行了，阿姨阿姨，你起来，我发现了一个道具啊，这个。啊。叔叔，欠什么？妹妹你坐船头，坐在岸上走，牵绳绊悠悠。妹妹你坐船头，坐在岸上走，牵绳绊悠悠。小妹妹我坐船头，哥哥你在岸上走。我俩的情啊，我俩的爱，牵绳上荡悠悠，荡悠悠，一夜不依靠手，没有别的祈求，只看妹妹我拉住你的手，让你亲了个够。不想了，不想了，妈妈，真笑的。他吧，他唱二人转，其实挺好，他确实性格挺开朗。觉得以后的生活要是这样，会不会欢乐呀？嗯，也能欢乐。挺有意思，因为他不会呀，他不爱好的那地方，挺有意思的，咋玩，挺开心的。哎呀，你瞅瞅，这俩人配合的还挺好，整的那是相当欢乐了。之前古燕霞觉得徐润国有点内向的感觉也瞬间全无，那么接下来这个牵绳到底能不能把两个人的心牵到一块儿呢？那你是离婚的？你是你啥？我不是，他媳妇儿就是八九年前了，有九年了，他是突发心梗去世、啊、那个时候完了我儿子好像有对象还没结婚呢。那你媳妇没之后这些年，那你说过媳妇没有？说过了伴儿没有？没有，一回也没有。一回，那你对象都没处过，真的是。那你没处那时候，那时候我也不想处啊。刚开始儿子没结婚，这儿子结完婚以后吧，我也没处，真没处。觉得一人也挺好。原来呢，我也没想找，也是通过咱们这个电视台啊，有这相亲节目。后来我一看呢，跟我呢也确实是呢，挺契合我本身的状况似的。因为一个人，你要是没啥事儿呢，一个人挺好。这一个人呢是好在哪儿？一个吃饱全家不饿。所以说不好在哪儿？你万一吧，说你要有一个头疼脑热了，感冒发烧，装个水拿个药的人没有，到医院打个针儿了，陪护人都没有。就有的那小区里头就老人死在屋里不知道。那这情况都有，因为他儿女也忙，他的也得了什么疾病，来不及打电话，那儿女干脆就不知道啊，直到屋里头凑着，邻居报警了，才发现人死，这事现在都有，所以说这事吧都是真实的。通过这节目呢，咱也看到这个节目是有真实性。另外来说，你们的节目呢还不收费，确实呢设身处地的为这个老年人想了。所以说呢，我就抱着这个深深相信的想法，抱着您，就觉得您自己和自己看到节目的当中的那些人都一样啊，对对对，一样感受。哎，我真的是深有体验。后来通过看你们这个节目，这个。我寻思找相当的，只要像美术英看我说也行，找个退休的起码说找老爷们他有责任感嘛，他跟他好他就能管你，是不是？我有我的底线，我岁数不要太大的，找个死头的，管你找个多少人，一月月多少给我俩钱的，就是我起码来我心里有点底儿似的，
要不然这要是是我一分钱也没不给你啥不给你，我就供点吃供点花，搁就供点吃，完过个一年半载的会员钱也走了，你说你到那天你还咋整？我那不是没有，那天我们那家有一个，去过去了，到那嘎达，过一个多月，没到两月撩回来，还那是说不算算不说的，啥事的人都有，所以这半路不好找。那妈说的，别总欠钱的，够花就得呗，人家跟你好，人家给你点零花钱就充呗，你别总欠钱，你要总欠钱那能过日子，俩人好的自个儿也他就给你，你知道？你跟我妈想啊。通过他的描述啊，要凭我对他的老人和他，我觉得他老人呢，他老妈八十了，处理事情我跟你说，这老太太绝对明白，他的思想思维，跟上当前形势了，真是那回事。我挺呢赞扬这老人家的想法。说到找另一半经济方面的问题，谷大姐提到了母亲生前的嘱托，徐润国对老人的看法十分的赞同，但是在谷艳霞的心里，她又是怎么打算的呢？她会听从母亲的嘱托，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呢？像我们那地方吧，跟这不一样，我们那地方属于农村，说比如说跟谁过去了，人家就得过礼，就是得过礼，彩礼，就过彩礼，就是好像农村确实是有这个习俗，要白给人家就嫌磕碜，说呀他长老头了一分钱也没给他呀，他就跟人过去了，这就这样事儿的，就是。那你那会儿一般找着老头的找对象的，都是给彩礼呗，是不是？那他们都给多少钱呢？那又就不一样了，3万的，有5万的，还行，有一万的。完了，买东，买是愿买还买啥了？反正1万块钱，那就是在自己了呗。人家有多的也有，少的也有。那愿意买啥买啥，他就不算彩礼。那俩人说在一块儿，给你拿1万块钱买点东西，这就正当。不是说的这1万块钱嘛，就是啥呢？就是给你了，就像押金似的。反正你我给你这，我也给你这钱了。有给我2万，有给3万，有给5万，几万的都有。所以比如说，你给我就不让他写了，你给我1万块钱行，咱俩往前咕噜过吧。说以后了，过日子一月多少给点零花钱，咱俩就是往前走，还有这样事儿的。还有这就是咋的，就是月，完我就工资卡都给你了，完我就不管了，完那咱俩就往前就过一年是一年，没有那我没想嘛，人过俩月就过黄了嘛。哎呀，没有。看好几个回来，我都害怕了，我都不敢整了，不敢找去，还不是搁我过呢？你说真的过就回来了，你说还怪磕碜呢？你说，那搁是搁样的，能都一样吗？人家想法，那你啥想法呢？咋看吧，这还有个人的，这个想法。那你结婚前没花钱啊？我们市里也没花钱的，花钱呢？那钱就该你带呢，你不是搁农村？原来我就是市里的，土生土长长春的。那你说媳妇儿搁哪说的？我市里啊，我啊，那时候没有单子，没有写礼账，没有单子，没有。说的要买个幔帐，过点给买套衣服，买个布。啥幔帐？没有，哪有幔帐？没有幔帐。哎市里哪有幔帐？啥幔帐？那说媳妇一分钱没花呀？那一分钱没花呀？我们市里所有不花钱的花钱呢？到结婚的时候定日子结婚了，结婚以前，买身衣服，那别的再没啥的，那有啥就没有？像你说的什么彩礼过的，我们干脆没有。什么账？你刚才说什么玩意儿？我们没有。提前过礼，我对这事儿可以说呢，那个是农村都是那样。好像是，现在是不是不知道了？不过我不赞成提前过礼，因为你婚姻不是买卖婚姻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它也不是用钱来促成的。这里头吧，我觉得你两个人爱情的是不能索取，我觉得都应该奉献。谷艳霞之前一直生活在农村，所以很重视彩礼的问题。但是徐润国从小就生活在市里，也没经历过，也不赞同过彩礼。
但是不知为何，当着古燕霞的面，徐润国没有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。而此时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古燕霞的态度。老母亲不是之前跟您说不提钱吗？您今天咋又提钱了呢？但是我说我的想法啊，我妈那意思就是，她说就是你就别要钱了，对你好就行。她说是那么说，但我就心想，她一旦要是对我不好了，完我不，我心里不有点抓挠似的吗？我是真想的，我心别真要说她对我不好了，过几个月了或者过几年也不行了，完我不起码说我多少少我手里有两个，我没赔上我就回家了呗，我是真想的。古燕霞说，她之所以在意彩礼，是因为缺乏安全感，这种感觉在母亲去世之后更为强烈，所以虽然母亲不让她在意钱，但是她还是觉得这才是一个男人在意她的表现。只是此时的徐润国并没有对此表态，他心里的真实想法究竟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说你的想法，就对与不对了，成与不成了，都是无所谓的事儿。关键你就说你的想法，说媳妇怎么说法，说找对象咋个找法，还能不能合得来，还是处啊还是啥，反啥事都有，这可千奇百怪，啥也不是那么绝对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嗯。你现在开支开多少钱呢？你老保开支700-800块钱。哦，我就差让我一生，我一生想就差这个、一个月700-800块钱。嗯，我的个家700-800块钱，谁个要也不少。不是演出，对，不是演出，对，他演出当然是的，演出挣钱，演出他挣钱挣的就多了。咱就说老保的，我你别告诉我说我问你有没有这个劳保，我都问你有没有劳保呢？我觉得呢，我这咱这是吧，因为咱们接触了，见面了，我只不过是打听打听而已。我作为我来说呢，一个男人，我既然想呢说找一个这个老伴儿啊，哎，咱能找老伴儿呢，咱就得养。在我心目中啊，我觉得这个都不是问题，咱们把这事儿呢也得慎重点，对不对？你有个保障，这个我也承认。再者说吧，那以后吧，咱就有点病了，你这你要没医保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有些地方在这点确实是，你看没啥事儿好，你要有病，咱得说那现在看病到那那钱，那啥都不是钱，只骗你一样，真的事儿。所以说作为我来说呢，我就想吧，最好找那有医保的，这个听说医保劳保，你要有事最起码咱有医保啊，对不对？咱有劳保开支，你劳保开支你能攒下，你再医保能报销，这点挺重要，这不是心里话吗？在一起的人不用我负担呢，那我呢可以说呢，哎，心里也不得劲儿。那你感觉到叔叔是什么意思啊？还是不乐掏钱呗，我感觉。一提钱还是不舒服的，我也说不明白，那就是跟他搁回头过吃点饭，那人家不说的人也找乐找个双宝的嘛，就像一分钱不掏啊，嗯，你就这么来跟我俩过来，过哪天算哪天儿。我是不是那想法？就说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。嗯，我是那么想法。我就想找一个吧，就是这个双方呢都有这个。这个正常的这个退休工资的医保的，哎，这个吧咱得这么说，咱们条件也不佳，咱条件好行，对不对？条件咱条件也不太好，所以说对人家恐怕负不到责任，所以你会觉得有压力啊。对啊，所以说吧我心里确实有压力啊，所以我觉得你确实是不太合适。叔叔，那我跟阿姨就先回去了。好，明天就不用出来了，慢走吧。那天了，别下楼了，慢走，慢走啊。哎，再见。那就走了，叔叔。再见。听着古大姐和徐大哥相亲时候唠的这些掏心掏肺的心里话，我都被触动了。关于彩礼这个问题呢，双方呢都说出了心底最真实的想法，两个人呢都是既善良又愿意为对方考虑的人，各自呢都有期待也都有难处，现实生活的差异呢没能让两个人走到一起，但生活呢就是这样，会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困难，也时常呢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惊喜。
希望古大姐能够一直乐观坚强，总有一天那个对的人会出现在她的生命中，和她携手走过艰难坎坷，奔向幸福的未来的。只要你不放弃追寻幸福，我们肯定会坚持到底，帮您早日脱单。古大姐和徐大哥两个人呢都非常的好，那么如果电视机前的您看中了谁，就马上联系我们吧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最后呢还要跟大家强调一下，名师高徒出新年定制挂历，还有文化加绒衫了。哎呀，挂历可好了，里面呢不仅有韩子平、董伟、佟昌江、严淑平等二人转表演艺术家的定妆细照，而且啊印刷的可清晰了呢。那衣服的质量更是没得说，加绒保暖，还有佟昌江老师的卡头头像，那喜欢的朋友千万不能错过了。了解详情就请关注二人转的官方快手账号，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81-7133进行联系。好了，今天就是这样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她第一任丈夫赌博，第二任丈夫猜忌，她被感情伤透了心。打酒瓶子那都打的无数遍了，那都不能说了。她拆迁款几十万，老伴儿却为何离她而去？我也不怕你笑话，这些年我衣裳都没买。独立要强的她和勤劳能干的她，会是彼此要找的人吗？我想嫁到农村去，乡里乡亲下期播出。